政府的错，因为他们应该多一点研究。我也知道丧钟是不应该，你有看过这个吗？啊，不应该做的事情。啊，对华人来说，所以啊，下次送一双鞋子吧。不要开玩笑。OK， 下一张是什么？ OK， so， 我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对我的故事、我的幽默有兴趣，可以看我的书。我今天没有带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要从台湾寄过来。但是有电子版，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网络上的上面搜寻我的名字郝逸博，这本书就会出现，可以在网络上下载。或如果你去台湾，在台湾的书店和网络上卖书的网站，都可以买。如果你想要支持自由中国，或者请朋友看，这个网站 helpfreechina.com， 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刚才看的那部电影。So， 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里。等一下我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。我也会请 Jennifer 上来。如果你有什么关于电影的问题，或者他的故事问题，你可以问。谢谢。那不说膝盖好，这是可以问他问题。现在就是打开台杠 Q&A 哈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哈，你对科技有什么看法啊？科技啊，我真的 OK 吗？是很好笑，那个连胜文啊，他有跟我有一个朋友。今天是我的出版社的老板，他认识连胜文，他告诉我连胜文说他愿意受采访，他是找我采访他，但是我说哦，如果没有办法采访科比，我不要采访连胜文，因为我想提供一个客观的报道，我不要支持。当时在年轻人当中，连胜文的 he's not very popular So， 但是柯文哲他没有答应，所以他们两个我没有采访。其实我采访了冯光远，他是那个采访，我觉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网上我们的老外总看中国，老外看台湾的语句，看一看。柯P，我没有很仔细的研究，因为我不在台湾，所以我不会看你们的电视新闻啊。当然，我还是在网络上看，但是我没有很仔细的关注。但是我知道他对那个同性爱国会，对吗？爱国同性会，我知道他当市长之后，他说了那句话：如果他们再打人，他会警察的力量会换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哇，I respect him for that. I think that's really good. Because 我上次去101看到他们真的非常非常乱，他们无论是威胁那边的有些保安工的人，他们在那里打坐他们也是对。给游客、给做生意、出差的人一个很奇怪的印象。我上次有一个人，他是拿着是一个狐狸，当然不是一个真的狐狸，是一个 toy， 他是用一个木棍打，他说我打美国狗，我住在美国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破坏台湾的形象。所以I'm very pleased that 柯P said that. But 其他的政策我不是很清楚。那大家刚好这边问题，我想
他们，但是去年一个贵雅，他是他们领导其中的一个学生，他又来纽约，所以我跟他和另外一个太阳花学院的女生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她的名字，但是她是比较主要的一个，大家可能知道，黄云芬应该是她，对对对，I was very impressed， 因为她就给大家一个 presentation， 魏阳她是用英文，我觉得做得非常专业，给我们看很多统计，跟大家解释台湾的情况，这个腐烂为什么不好啊？我觉得他的 presentation 真的很专业。其实腐烂对我来说也会有影响，因为可能也会有影响，因为我在台湾出了一本书，那在腐烂会开放台湾的印刷业，所以可能会让中国的公司直接投资印刷厂。如果台湾的印刷厂都被中国公司买掉，他们可能不会印我的书，因为我的书有很多批评中共的东西。太阳花学运我觉得像野草一样，我给我留远很深的印象，我觉得非常 impressed， 很和平啊，真的非常好。他们在台湾真的成功把那个腐烂退回吗？是吗？yeah， 是。So yeah， 我觉得非常好。那跟香港来雨伞运动相比，香港人他们的学运，其实当时有几个人从香港来台湾学习太阳花学运。所以你在香港可以看得到他们做一些一样的事情，但是他们面临的问题，他们的政府比台湾，他们的情况比较难，所以他们比较没有可能成功啊。对，请问一下郝先生哈，那个法华是 organization that we work at heart。To keep Taiwan free, and we promote the democracy, freedom, and human rights. 你刚刚提到自由中国，但是假如想退回来一步，假如能够让台湾更自由、更民主、更有人权的话，是不是对中国的自由更有影响力？Yeah, I think that's true. 现在有很多从中国来的留学生，他们在来台湾学习，所以他们有一个机会在台湾看到，亚洲有一个华人的地方，真的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。中国共产党他们常常说一句话，就是中国不适合民主，中国人他们的素质不好，或者他们的教育水平不够高。但我觉得 it's not true。他们可以来到台湾，台湾人都一样是，他们都是华人讲中文的，他们在台湾民主举办的非常好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对中国大陆有一个好的印象，但是问题是中国。